的喜好，感受深陷在的失望，还能无所顾忌的让。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那人们说的话，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。去闯，这世界一张漂亮的照，一个早上我最终要闯，不等到都没办法。才是我真实的模样。在无人的地方，放肆的坏小孩的模样。推开梦里面的那扇窗，蝴蝶飞过了海洋。我们好好珍惜，好好感受现在的时光，还能无所顾忌的让。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，却能让我爱睡到天亮。Thank you.